我们今天来吃卷火鸡面。咔咔咔咔，哇，流心哦。磨叽叽的。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发现这个宝藏美食？好脆甜，超级解辣。再来一个鳗鱼的，包的还可以吧？这个手艺我给满分。看在我包了好几次的份上，向你们要一个小心心。强烈安利你们都去做，真的太绝了。脆脆的，糯糯的，这鸡蛋皮真的是太神奇了，它包起来的食物都好好吃。吃个鳗鱼的，今天就吃到这吧，太好吃了。